在正在去往巴东的路上，心情是十分的开心，因为即将又要看到我的幺儿，还有我的那个慈祥的岳父岳母，还有个大舅鬼大舅子啊。刚刚我跟小乔我们俩在车上聊天，我就讲了，我说你们一家几口人数不出来一个不好的，唯独就是这个乔娃子随时跟我两个抬杠。其实我刚刚也想了又想，也没什么啊，女人嘛，她要睁个眼睛啊睁，她要强势点就让她强，自己的老婆自己不从来就给别人从来，对不对？我从来不会说无理取闹啊，都是讲道理的啊。对头。还以为任何事情跟我爸妈也是一样的，爸妈从来不会站在我这一方，都是在中间位置讲理。我就讲我们俩不管那个啥事情，不要在父母面前那个让父母为我们俩的成年人的事情去伤心或者去操心了、啊、所以说我们两个都要乖一点，是不是乔子？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就说今天这个视频你要给我拍好一点，我把摄影师这一角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也给我担任好。你们一路上给我们的粉丝家人们喜欢和支持我们的家人们多拍一点美景。我不是这个人，他们都吵得在哪呀？这个，我买的太大了，兄弟。你报警了吧？啊？你要买的，买的他不的。你哪儿不的呀？买的，我给你钱买的。你这孩子不行了吧？啊，去，你这老板东西买的。你这东西放去哪里去？我得拿开一个，知道吧？这个是哪个？妈妈，我们的牛奶包子多。妈妈，我刚拿回来，还以为你回来了呢。啊？这个蒜头，这个牛肉。来，给他吃。哟，没在家哟。里面穿的睡衣，外面配的我，他把我的鞋子穿着。今天可以啊，是不是？没妈的孩子好可怜，是不是？啊，可不可怜？只有春懒呐、啊，你把我的鞋子穿着干嘛呀？那才只有呢。没鞋子呀。这么多鞋子。哎，没得没。啊！天哪。世上只有妈妈好啊，你看我们的鞋子妈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回来。我的奶瓶还是给你穿这种不一样的，我的妈，你莫想着这些这些搞起来啊。你谁看我才这几天听话的时候还想我了，是不是？有妈就是好啊。哎，你看妈妈给你们蛋的，你看我看他还装了放在这里，他还放着放在这里。谁都没动。哎，你吃了你吃了
是不是给面还有什么的啊？我给你炒一下。我吃菜呀。反正你那个，你姐姐妈的那么好客。那还五根呢？够了够了够了，多是不是啊？多大碗配哦？一斤。哎，这一拿噻。吃碗不是五根儿。小子，完了。咋吃了？吃完了，姐姐。哎呀，到我了，你是吃完没吃完老没用的。我们早上就搞了样子，是吃完点的行吗？吃完你等到你们来。小子，爸爸今天还没吃完。你呀，吃饭啊？等啊。小子，我找个杯子啊，找个杯子不好意思，杯子给我。也是。咋的？管不着多少。快吃！来，来，来，吃！快吃！快吃！快把锅来吃，把锅来吃。啊，不吃吗？对呀，晚上没吃。你看，还有我的卤味。哦。这个不好吃。牛肉啥子也可以。吃，快吃！没白吃啊。把这个白吃了。全部来吃。对呀。我怎么没有给你们吃？快点，啥？来一个。快点，快点，快点。我不能了，哎呀。你这五斤肉，麻烦吃。我儿子把酒杯子都找过来。哎呀，有点累。好，哎，这都是人。好，这都是人。好，这都是人。好。你这今天来不得幸福了哦！我的妈，你这衣服怎么搭配的？该，难道你不来洗澡吗？来了。嗯，说话要八字的吃吗？还有，还有，还在还有这个男女，不是啊？没搁那个上面交给他啊？我搁过来，我们这上交给要交，我们交，交完这男女的嘛，就先来就不能去对方那上面交给他。啊，这个人家搞这么多的。不来，先买包的，我背我背的牛。多少钱？你说这个牛啊？他做啥子了？活的送不行。哎，走不得。我牛去了。我买块骨头，光骨头。哎，家人看一看，是不是？啊，路上还厉害一点。这么大一块块的这个腊白。我有家人吃，嗯。你给我多少吗？你多少呢？给两万多少？两万多有，还吃了？我问你吃多少？你那屋等的那么怕，今天等久了，你给我吃。我要吃。给你搞一个。我要吃。